我们可以现场来考考看，验收看看。又，如果我们今天到那个马来西亚去旅游，你要跟这个在这个Watson 在马来西亚的会员，还有他们的这个服务人员，说出我要累积点数，用马来语，三二一。Saya ingin membuat mata ganjalan。啊，我想请一下 Robert， is that correct？ 他说 I don't know 。应该是说你说的状态。好像应该快速听，应该是听懂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们根本都跟着来。对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只要把宠爱会员卡拿出来，甚至是有宠爱会员的 app， 不管你这个语言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偏差的或念着不标准的，我觉得 Watson 非常专业的这个服务人员都能够了解你的意思。对，其实非常谢谢 Watson， 让我这次学到不同的语言，很开心。当然，除了刚刚的马来语版本之外，还有其他不同的版本，请大家这边先卖个关子。好，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Watson 的 Facebook 的官方粉丝专页。